自主平衡。我觉得蛮开心的。三变身了，欸，我怎么今天都三变身啊？我们现在开台到现在还没输过，边看阿庆刚刚就上 Max 了，不错哦。阿庆的加持，哇，这个技能应该跟我们一样，有点小危险。来，不善人，不善人效果，幽魔性小子，发动效果，增量人，当祭品，特招，效果，跳仿生，仿生堆神圣小子，堆神圣小子，再发效果，除外独善人，拿融合，这边直接融一波，明白？跳出来，猜他会应该会猜，随便了。你要拆哪一张就拆哪一张。阿庆碰到你，阿庆碰到跟你打一样的牌组的话，感觉会拖很久。对啊，是会拖很久，没错。魔道化力针，谁开控制器啊？然后跳那个。他要跳那个真沉默，不要让他跳。结束卷下去，导航，导航啊！你看，导航，我就说嘛，你还想跟我打啊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？啊，伊西斯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是庆爷，庆爷，懂吗？我是庆爷，啊？还可以抽两张哦，伊西斯，乖乖的被我刚爆吧，啊，太强了，哇，又变身，哇，太强了，来了，下去，是哟，啊，还想抓黑魔导，哦，他们在这搞哎，还不是一样被我刚。直接被我打爆，完美。可是他如果打我的暗鬼，他会爆掉。如果他打我暗鬼不会爆，他早就打了，对不对？那就太强了。哇，这个好像开始卡了。掉了，当掉了，当掉了，卡了一下。好，这边丢这个，等一下抽两张。好，然后要不要融合？要不要融合呢？要不要融呢？要不要融呢？要融。要龙不龙，要龙要龙不龙，要龙不龙，要龙呢还是不龙呢？这个只是看个人意愿，我直接龙了。所以不龙的话可能比较保险，还是龙一下好。仙攻很重要，就是因为仙攻太弱了，所以你要想你到底要不要龙。因为你如果
融了，等于说我们只有一张融合，我们等一下可能就叫不出三重了。好，宇宙旋风这边一定要开啊！我跟你说，这边一定要开啊！我们的生命都是三千，他就没办法开白骨，他就是要开技能啊！你看我这样开了，他没办法开技能，那我们等一下才可以抽两张。你看这个全部变白骨，这场就输了，这个绝对要开哦！魔法师师上，哎呦，不好打哎、欸，看他顺不顺啊？如果他有阵啊，又有那个的话，就很难打。我们要抽到变身了。哎、欸，刚刚有对到我，没有打爆啊！拍死拍死，不小心把你打爆了，抱歉。气势不能输啊！对，哇，他直接互干的，那互干是对的。哎、欸，宇宙旋风可以哦，直接开了，直接开了，直接开了，这样很赚哦，神抽哎、欸！一只怪之变身，哎呦，独善人，独善人，哎、欸，算一下，好，先开这个，控制系盖着比较好，好，独善人留在手上，好一波，哇哟！等一下他要开了，可是没差啊，反正我目的这些现在用不到。他打得赢我吗？欸，除非他有那个迪马奥斯之眼，有的话我就输了。他还可以导航，还可以绑我的控制器啊。嗯，钻卡白骨，真的，哇、啊，它还有钻卡的这个黑魔导幻象师，黑幻象魔导师，钻卡黑魔导，它好多钻，哦，有点困了，今天好像没办法开太晚，呵呵，有点想睡觉了，哇，魔导阵，魔导阵啊！哇，检索幻象魔术干输了，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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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这边幻象魔术开黑魔导，然后直接复活，直接把他除外了就输了。哎呀，看来也是没有这么的顺利哦。他好像不会玩呢、欸，欸，他不会玩呢、欸，欸，他不会玩呢、欸，他你直接开那个就。他刚刚把他释放，然后复活就赢了。我不知道他在冲他小哎、欸，你是不是不会玩、啊？他好像不太，呵呵，他不太懂哎、欸。嗯，真可爱。对啊对啊，他开幻象就好了、啊。哎，我打错了，我应该先把他降的，然后用这只敲他。哇，打错了，我打错了。你看他现在才开、欸，他这样本末倒置哎、欸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控制器好像来不及，会被无效。这个视为，我看一下，它视为黑魔导，对不对？
视为黑魔导的话就可以导航。哦，好烦哦！啊，除外我的这个，算了算了，输了就输了。等一下，好，哎，除外，啊靠杯啊，输了啦！啊，我这次站着就赢的啦，我直接把它转攻嘛，我把它转攻嘛，然后他就除外我这只嘛，我就打下去就赢了，干！啊，没有，没办法转攻了。对啊，没办法转攻，我都一样了，会被无效，对，也会被无效，忘记了，靠，还是输了，对啊，还是输了，还是输，哎，哦，好，青眼我有用过啊，我用青眼胜率超低的，我一开始就两连败，零分就扣。零分扣完还是零分？哎、欸，他把墓地的桌上来干嘛？喂喂喂，不对，哎、欸，他怎么没把我除外？该不会这个是导航吧？靠狡猾哦，这真玩的哦，哇，真玩的、哦，哇哇哇，这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哇！这是粉丝是不是？这是粉丝是不是？等一下，他在干嘛、啊？他怎么这样打、啊？他早就该赢了，只是在那边乱玩。这到底是什么对手啊？国外的，很可爱、啊。到底是三小？干我卡手哎、欸！好了，结束了。他这个也没反应啊，这个也不是导航啊，真小、哦，他这个盖的也不是导航啊，光海，好可以啊、哦，我好像没有那个了，啊，如果我有神圣小子就赢了，直接炸他的表侧，我这边抽到什么好像都没用哎、欸。空气侠，哎、欸，空气侠，嗯，好像有机会哦。空气侠抓一只跳，然后棒棒，哎、欸，可以哦。来，空气侠，空气侠，狡猾，哎、欸，狡猾有机会，狡猾有机会哦。我再等他再叫一只。三万有什么奖励？没有啊，就分数高会有那个啊，应该大概四万，哎、欸，三万应该就有一张 UR 卡。UR 钻卡，有魔无师来结账，不给他同步哦。哎呦，哎呦，他真的，哎呦，庆粉，嘿嘿嘿，哈海主平衡，啊！哇哇！造你的嘞！造你奶奶的嘞！如果这一张是仿生人该有多好啊。好啦，变掉羽炫啦，不错，把羽炫变掉，对对，变身干这就精华陈伟宏，感谢新会员，请私讯阿庆实况粉丝团，在影片下方有粉专的连结，请私讯我入群哦。会员可以收到阿庆的节日的贺卡，
所以记得一定要加到群，然后跟我说啊、你有加入会员。好，超人牌组的低端就是你哦，哦，你就是那个嘛，把我烧死的，哈哈，靠，太惨了，哇哇，这怎么打、啊？来张怪就赢了，怪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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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他这张可能是导航。哎、欸，可是停顿了、欸，不知道这张是什么。哦，魔光的贿赂。哎、欸，所以他也蛮卡的、欸。哎、欸，有机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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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有机会啦！哇哦！哦，这好恐怖哦！干！干！干！三变身是三小啦！给大家就是开开心心的看我打就好了，不用太，我觉得不用太在意名次哦，就开开心心打就好了。因为我最近真的很累啊，我最近真的太忙了。最近还不错啦，就观看越来越高啊，所以我就会逼自己每天更新，然后又有最近有接到业配了，还不错。我觉得蛮开心的，三变身了、欸，我怎么今天都三变身啊？这一场说不定也可以来个精华 啊靠，反制，看这个反制就挫赛了，你应该要叫神圣小子的，我、哦、还好还好，吓死我。他那个后台应该是那个破修斯，三变身应该不会输了，后台是破修斯啊，来融合，哇，不反制哎、欸，欸，他枪龙是非指定的，但他枪龙是非指定的，靠北啊！我看能不能变三次，然后打三次脸。我只是怕他会无效，怕他无效。
第三次一定会被无效。一，哎，第二次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啊？看，我觉得我第三次一定会被无效。二，哎呀，到底要不要啊？第三次，好啦，然后该亏了，亏了就跌啊。亏了，亏了，亏了。好，这个一定要无效啊！无效，无效。好，该亏了就对了。打脸试试看啊！这有可能枪龙啊！他盖的这个一定是暗属性机械族。哎，他丢枪龙哎！他丢枪龙代表他手上还有枪龙，不然就是他要抓那个，他要抓那个。所以他盖的这个不是，是不是？哇！如果我刚刚按鬼没打，我如果按鬼没打，我就可以再检索了，我就可以再检索了。这一张不知道是什么，不要打，太危险。爬 K 星哪一部牌组较好用？哇，大安蜘蛛！哇靠，太爽了吧！这个一定两个正面啊，他一定两个正面啊！哇，三个正面哎，好爽啊！啊，可以抽两张。控制器，狡猾狡猾，哎呦，狡猾来了，有机会了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暗鬼打枪龙被克爆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狡猾狡猾。再交一只啊！干什么三张盖牌啊？敢打还有控制器？就算我狡猾没开，还可以转手。那他不敢打的话，我直接抓过来干他，干死他！哎呦，转手了，也惊哈！哎，也惊也惊。然后看一下，上哪一张？中间的。好，狡猾开下去。哇！他两个正面，太扯了，太扯了啦，太扯了，太扯啦！干，他做正面呢、欸，他那个没有靠技能的，他是靠赛、欸，靠腰啊！哦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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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不敢打。干你老师哎、欸！哇！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今天就开到这边了，我操！啊！不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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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打了！确实，但李老师，我连续两场都三张变身呢、欸，连续两场都三变身呢、欸，到底是三小？别告诉我今天你人间
我是一他的好多线，没有你的谎言，闪烁在脑里面，一直不会变。